各位秦小贤，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谁了，那你们谁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从我内心走出来的？不，你怎么忘了？今天你是不是要接受一个采访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我听说那个女主持人嘴特别损，她采访过的人人设都崩塌了。我们出来帮你应付一下，刚刚有点人气，别被她把你整毁了。咋办呢？不去不就完了吗？走！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撒开！你想办法的时候能不能别碰他？过来，扇子一开，全场最嗨，摇起来！打！你给我撒开！撒开！怎么回事？现在是蹦迪的时候吗？现在是消费的时候。对了，今晚的消费由秦公子买单，敞亮。行了，再带。像有钱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有俩糟钱，你不知道怎么花了，你是不是？你扒拉谁呢？在这儿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再碰我一下。我碰你怎么了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闭上你那个糟嘴！我是你师哥，知道吗？我是你爹，你哎呀！你看我不打你！快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看我给他花！别打了！秦先生，您干嘛呢？我接下来说的话你可能不是很信，我自己跟我自己打起来了，现在自己在跟自己拉架，你信了吗？嘿呀，自己跟自己也能玩得这么开心，那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吧。行，我准备一下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怎么办？随机应变。